特别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也有疑问。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张大顺杀了太医的妻子，还有他不知在哪儿学的什么神秘妖术，单单这两项罪名。 太医的师傅就应该把他当场处死，为什么只是把他逐出师门这么简单？这惩罚未免也太轻了吧？对呀，其实我当年也觉得处罚得太轻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张大顺是杀我妻子、毁我家的凶手。 是时候要离开了，你们喝吧，我先走了。 你还喝？你先走吧。 天也来这里看着，看着，还是看着，但此情此景，我们还是百看不厌。那就好好珍惜吧，多看两眼。我估计，不出8个月。
无极宝塔就会被神魔炼化。我是多么渴望这一刻能快点来临。千机参见三位主人。三位主人把千机放在心上，千机就算死也甘愿。白千机，我命你分身前来是听你汇报的，不是听你说废话的。难道说火主人越来越俊朗也不可以吗？赶快说说情况吧。是，千机已派出49名先锋与49名闯阵者进行单挑，我方杀敌15。杀敌十五，那先锋部队既是死了34人，首战交锋分明是败阵，你这个统领是怎么当的？哎，任长老，他们都是精英，49人杀15人，说明我们已经有了30%的收获了。我觉得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，做得好。谢谢主人。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样？这帮闯阵者虽然初上战场，但是战意如虹，而且被我方杀得6神无主。这帮年轻人缺乏作战经验，所以他们现在正是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。你要走死路是你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拉着其他人？什么死路？我就是不喜欢跟你们一起走，你管得着吗？我管不着，管不着就能打人了？就打怎么了？谁让你态度不好？态度不好？对你这种胆小鬼还有态度吗？都别吵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韩宇不肯跟我们同路，还要拉人一起返回五岳仙盟，别人不听他劝他就动手打人，疯狗！你再说一遍，说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一起上路的吗？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小雨，为什么要分开走？我就是不想跟他们一起走，他们也不见得喜欢跟我们一起走。我们什么时候说不想和你们一起走了？是啊，你嘴上是没说，但你眼神已经出卖了你，你就是在嘲笑我们。我们笑你们什么了？笑我们在五岳一战的时候要你们来救，要不我们就死了，是不是？那些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还替他干什么？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我不和你们这些伪君子同路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遍怎么了？什么伪君子？当初在太虚幻境的时候你差点死掉，是我们坚持一个都不能少才不杀你，还想尽办法救你离开。不知道是谁违反承诺带你逃走，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，是你们三兄弟出卖了我们。哥，你听见了吧？这是他们的心里话，我绝不会跟他们同路的。现在是我们不跟你们三兄弟一起走。对，我们才不要和你们这样卖友求生的人一块走呢。我们才不和你一起走呢。卖友求生，大家冷静一下。不可能，就是。韩生，你究竟有什么想法？哥，我不跟他们一起走，别逼我。哥，我们落单了，若是再遇到尹将军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哥，别说了，我们兵分两路吧，要是组成一队那目标会更加明显，虽然大家可以互相照顾，但是尹将军攻击我们就会更加容易。可要是兵分两组，尹将军只有一个人，不能同时攻击两组，其中一组便会更加安全，另一组也不会顾此失彼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哥，你说的对，两组本来就比一组好吗？我也赞成分成两组。我跟你们一组吧。果然是一路货色。韩商的话也有道理，这样吧，我们分成两队，我们是一队，韩氏三兄弟是一队，其余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哪一队。还有谁要和我们一组啊？我们知道一条小路可以比他们走得更快。哎，你们这帮叛徒。哎，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兵分两路返回五岳仙盟会合。而身经百战的尹将军又怎么可以错过这个机会呢？他的元丹虽然被五岳仙盟的盟主给震裂了，命不久矣，但他也是想用最后一口气给这帮闯阵者留下一个惊天动地的回忆。你是说第二战尹将军会亲自上场？是，而且已经行动了。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去补给一点凉水，然后就尽快启程吧。哥，兵分两路真的不是一个好提议。二哥，算了，就依着小雨吧。我就知道大哥一定会向着我的。嗯，我去帮小雨拿凉水。
这是你弟弟韩宇，他是气心了，身体不好，以后的路不好走。答应为娘好吗？好好照顾他。好。 大哥，大哥，今天我们可以吃顿好的，吃顿饱的。正好，给我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和你们是一组的。哼，跟我们是一组的，你就一直跟着我大哥呀？我们三兄弟什么时候跟你这么熟了？小雨，人家美哥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谁一直想杀我的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非要这么苦苦相逼吗？哼，好啊。 那我希望下回我暗杀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接受我的道歉。小雨冷静一点，若不是美空云第一个站出来，恐怕你这次闹的事情也不会这么轻易解决。觉得抵消了，抵消了。美空云，你可以骗得过我大哥和二哥，但你放心，你绝对骗不了我。我不知道你这次到底有什么用意，但我绝对会盯着你的。哎，小雨。 小雨，走吧。公子，你是伤口痛吗？不，是肉痛。 这官氏千引有点贵，不过这次要是能用钱帮我们返回午夜仙盟，我愿意倾家荡产。这是官氏千引传回来的信息，能显示返回午夜仙盟的路径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。快找出返回午夜仙盟最近的路径！ 最快返回午夜仙盟的路径有两条，一条是官道，较容易走，但路程较远；另一条是山道，路程不好走，距离较近，大概只需要20个时辰。但是山路崎岖难走。那，我们走山路吧。那我们就走官道吧。韩商兄。 没了守护镜灵引路，这颗官氏千眼暂时先借给你们，我还有一颗。哎，不用了，哥，三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，对那里非常熟，我带路吧。还是拿着吧，备用也是好的。哥，没事，有备无患嘛。我们仙医队也收到了指示了，分成两组随你们一同前往仙盟报道，也好照顾你们的伤势。好。 欢迎，我把话先说在前面啊，我们闯镇者可是有任务在身的，顾不了你们。我们明白的。好了，出发吧，这条路。大家都出发吧。韩商，我们明天用守护镜灵互通行踪吧。快点啊，哥。 昆仑兄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这次集体行动为了避免人多口杂、节外生枝，必须推选出一个首领出来。而在我们这一队，五岳仙盟的人是最多的，所以昆仑兄你就是最佳的首领人选。对啊，是。也好，尽力而为吧。嗯，大家想一想对付影将军的策略，还有要照顾好受伤的人。 我们大家启程吧。嗯，都跟上。
刚才观世衍如此张扬，会不会向敌人暴露了我们的行踪？大静灵不是说影将军已经前进归来镇了吗？我们的行踪早已经暴露了。你有没有想过对付影将军的办法？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影将军，而是赶回五岳仙盟。省口气赶路吧。住手！喂，你干嘛？我腿受伤了。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别碰我大哥。你只要返回五岳仙盟，我们便安全了。大家不要松懈，出发吧。怎么样，还能坚持吗？可以，别担心。到前面咱们休息一下。嗯。啊，没事吧？还在疼？全身肌肉都被冻伤了，每走一步就像被针扎了一样，手和脚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。菲菲姑娘肯定也和我一样。怎么了？还能走吗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我能忍。可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给。啊。来。哎，大师兄。你胖了。哪有啊，大师兄。你把我放下来吧，你也很累的。没事，我累了还有云奇呢。喂，我也累得像有人背着我走好不好？昆仑，我也好累啊，不然你也背我呗。可以啊，排队吧。巨熊师兄，嗯，我也很累。人，啊，哎，师妹，来。不用了，不凡师兄，我还能坚持得住。斩不断的青丝里海乱，纷飞落尽姻缘断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他们的感情可真好。哼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也可以来背你啊。神经病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王伟吗？哪个王伟？啊，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王伟。对啊，还能有哪个王伟？哎，奇怪，他看上去好像没有受伤啊。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深藏不露了吧？啊，是不是他的对手比我们要简单啊？也有可能，也许真的是我们运气不好。他人呢？刚刚还在啊。嗯，你们想死吗？不要回头，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我不喜欢别人在背后议论我，更不喜欢别人盯着我。可是你不知道吗？越不想被别人关注，别人就越会关注你。张林，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吗？总而言之，别再惹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这是在恐吓我们吗？你以为我们会屈服吗？就是，我们可是吓大的。嗯嗯，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要厉害得多。厉害又怎样？那就可以恐吓我们吗？你干嘛去？我去找他理论去。你疯了吧？留意他，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说的也是。哼，敢插我屁股！小雨，还有多久啊？啊，再走半个时辰，应该就到红谷村了吧？在哪边是红谷村的路呢？你不是来过吗？三年前我记得这里也没有岔路啊。那我们是迷路了。别烦我了，这不在找吗？韩商，还是拿出观世千眼来看看哪条路是正确的。找到了，找到路了。
准备出发，还是在这里先休息吧，有些人的伤口需要处理。哎，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红谷村可比这里安全多了，咱们到了那儿再休息。哎，我说你们那些闯镇者不会连半个时辰都等不了吧？准备出发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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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大哥。云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是新泉小乡，有上好的温泉。这里的温泉水有上佳的疗伤作用，要不是赶路，菲菲真的应该进去泡个浴的。稍作停留也不可以吗？尹将军正在追杀我们，怎么能停？可是我真的好想去泡温泉。大师兄，把我放下来吧，我好多了。真的可以吗？嗯，真的。来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是否已经想出对付影将军的方法了？我对付影子，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。是啊，要想出对付一个影子的办法，也着实不易。对，哪怕是我的巨灵金钟，也不能阻止一个影子的进入啊。既然大家都想不出方法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是想当一只肮脏鬼呢，还是一只干净鬼？意思？啊，师兄说不明白昆仑师兄的意思。我有一个提议，眼下我们伤疲困身，要是影将军在这个时候来袭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。不如我们分成两队，轮流更替，一路在外面守候，一路可在一个时辰之内进去新泉小乡，尽情的休息放松，泡一个美好的温泉浴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不知道，所以啊，要跟大家商量一下。那样定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。嗯，现在时间也还够。昆仑兄的提议我是一万个赞成，只是真的不害怕影将军吗？怕，但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，不如放弃。温泉有疗伤和恢复体力的效果，在心情放松的情况下，或许也可以想到对付影将军的方法。再说体力充足更好作战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，赞成去新泉小乡的请举手。好，下一站新泉小乡。新泉小乡虽然不是什么大城镇，但却处于官道必经之处，不少商旅在此落脚歇息，所以啊，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，吃的卖的也什么都有。哎，你看那，当然了，这里最有名的还是温泉，基本上每间旅馆都有自己独特的温泉浴场。温泉？嗯，这边。哎，你们看那儿。哎，对了，云奇师兄，有什么推荐啊？当然是有的。哟，就是这间。主管里边请。哎，猴来泡，这不会是给猴专用的吧？我们是人啊，会不会不让我们进啊？当然不会了。里边请。这小旅馆引来的温泉水叫猴儿洗。据说猴子受了伤便会泡在温泉中治疗，有很好的疗伤作用。馆内还有四个精致的小浴场，可以供人尽情的享受，不受别人打扰。好，不多说。师兄的意思是，哎，这次啊不用影儿解释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去猴来泡，不多想，四个小浴场我们都包下了。啊，好棒的，太好了。走走。哎，师兄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妥，这真不是吃喝玩乐的时候。昆仑师兄这个决定非常的错。不，敌强、士气、体力、策略，论胜负，三者皆无，必败。昆仑，釜底抽薪，绝妙。唯一办法，非常人，大将，服啊！这师兄头一次说这么多话，我真听不懂。师兄说不同意你的说法，
面对强敌，士气、体力和策略是胜负的关键。可此刻我们三者皆无，要是面对影将军，我们肯定必败无疑。这个时候，昆仑师兄竟然想出了我们轮班休息的提议，虽说是釜底抽薪吧，但却是绝妙的想法呀。这样，我们的士气和体力也得以恢复，而且面对影将军，我们还有一战的机会呢。所以，昆仑师兄非常人，有大将风范，就连巨熊师兄啊，都心悦诚服呢。师兄，您真的吗？师兄的话会出错吗？懂我。当然是颖儿最懂师兄的心意啦。啊，你不来吗？我。那就算喽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想不到这个小巷之中，还有如此雅致的温泉浴场。是啊，这一直赶路，腿都酸了，难得泡脚，还真舒服。从驿站古道到一对一面对幽灵先锋，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你伤得不轻啊，死不了还能动，只是轻伤。现役队的治疗很有效，虽然还在痛，但是伤口已经基本上愈合了。还会痛，是因为筋肌的劳损还没有复原。我给你按一下吧。来。哎，我说吧，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。这温泉水一泡，所有的伤痛都没了。哼哼哼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心神不宁的？张玲，啊，你脑袋比我灵光。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？你说吧。有些问题，回答比不回答更好。怎样才可以确定自己是否爱上一个人？啊？菲菲师姐，你好点了吗？我终于找回我的手和脚了。刚才啊，就像不属于我的似的。这温泉水啊，真的救了我一命。真是好羡慕菲菲师姐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有昆仑师兄陪伴和照顾。昆仑师兄也是你的师兄，他也很照顾你和其他同门，不是吗？昆仑师兄对你很特别，他会背你走，为了让你泡温泉疗伤，他甚至连路都不敢了。泡温泉是为了让咱们恢复体力和疗伤，对付尹将军。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，不过我觉得呀，主要还是为了菲菲师姐。唉，好想找一个像昆仑师兄一样的男人陪我终老。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和昆仑师兄自小一起长大，一起修炼，感情深那肯定是必然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和昆仑师兄之间的不是爱情而是感情？这当然是感情，不是爱情啊。这个错把感情当爱情，会弄出不可挽回的错误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云散了，真的好美啊。师兄，你看，好美啊！要是三界能永远这么平静，你说有多好啊？只不过是魔界成道大阵的第二关，我已经感到无能为力了。往后的路还走得下去吗？那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做五岳仙盟的大师兄。难道我不是吗？你现在是闯阵者，所有同门包括我跟菲菲都是竞争对手，我们的死活
你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。就算是你和菲儿的死活，我也不用管吗？那我还是人吗？你还会叫我一声师兄吗？哎，昆仑果然是昆仑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所以，云起也永远是云起，永远都会追随在你的身边。我就知道你会的。对了，你觉得张凌这个人如何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只是觉得，师兄你对他似乎有所保留，这不是你做人处事的风格。张凌的父亲张大顺，是五岳仙盟的弃徒，更是杀死师母的凶手。什么？是师父告诉我的。果然是昆仑啊，心胸永远那么广阔。能跟你同门，真是我的福气。能有你这个师弟为我打点一切，也是我的福气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我也不知道，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但其实，有一个人最清楚。谁？那个人当然就是你自己了。我？因为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的内心啊，对不对？我明白了，其实菲菲姑娘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不会是要去跟菲菲说吧？我没那么傻，我也不用问她。其实从她看昆仑的眼神，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况且我只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一个人，不用知道那个人也是否爱我。只要我爱的人幸福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真的吗？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现在？颖儿，嗯，你谈过恋爱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那么有经验，分得清什么是感情，什么是爱情？那是因为，我问过师父啊。你师父？嗯，你师父青衣剑客，他也不像是个有感情经验的人啊。至少我觉得比我知道的多吧。我师父告诉我，他说，他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的。我就等着这一刻呢。嗯，我也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。客官慢走啊。泡上一个枣真舒服。哎，张凌、铁狼，过来一起吃吧。好，将军公子。再去多添几个菜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护甲有很奇怪的地方？奇怪，有。我在打水妖的时候，差点被淹死，就是这个护甲突然动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在打雾妖的时候也遇到过。真的吗？啊，他会不会中了什么诅咒啊？现在，只能问一下真正的卖家了。走。来来来，千金公子。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，这护甲到底有什么奇怪的来历啊？护甲，就是我们身上这一套。哦，这护甲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是我爹听我爷爷的爷爷说的，是从太初进士的战场上找到的。只是，
看上去不太值钱，所以就收在了逍遥门的十二号房间了。那他会不会是中了什么诅咒啊？诅咒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护甲会自己动，这么神奇啊？哎，说来听听。就是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这护甲会自己动，现在想起来都挺吓人的。这么厉害啊，我没想到这护甲居然是个宝贝。张林、铁狼，那个这护甲我当初是多少钱卖给你们的？我现在出双倍收回来。你们不是怕有诅咒吗？我出十倍。不卖，二十倍三十倍我们都不卖。我跟他已经有感情了，我们就是来问问这护甲的来历的，就只是问问。唉，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你们去问问万事吧，说不定他知道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讨论什么护甲了，来干一杯吧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好像是这边。啊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小雨，咱们走的路对吗？应该是对的吧？走吧。我不走了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半个时辰就到红谷村吗？这都走了快两个时辰了，红谷村在哪儿？连半点人烟都看不见。对啊，对啊，还越走越偏僻，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哎呀，不会的，走一会儿就到了。韩商，你还是拿出观世千眼来看看吧。哥，相信我，我肯定没走错。小雨，大哥一直相信你，但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，还是拿出观世千眼来证明你说的是对的。天哪，这是哪儿？你这是走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师兄呢？我师兄怎么不见了？他会不会是停下来休息了呢？不会啊，他一直在我旁边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师兄，师兄，去哪？师兄，师兄，谁？终于日出了，这皓月镜吸收了纯阳之气，就可以收到寒商那一队的讯息了。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泡了温泉，身体不疼了吧？哎呀，我可是好多了。不痛了。哎。哎。他怎么了？啊。菲菲姑娘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，他呀脑子一直都不好，可能是刚刚泡温泉泡太久了，脑袋又进水了，你别理他。哼，去看。你刚刚对菲菲那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这是保持距离，防止自己泥足深陷。有用吗？不试过你怎么知道？神经病。寒山公子有紧急的口讯，云奇公子要听吗？快说。寒山公子说，他们昨夜迷了路，受到了尹将军的突袭。不敢愿春风拂面，掩住痴念。蓦然回想。